马上为您播出《真爱处方签》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那个他是段长，我没有段长，不是他打人，我没有，我发誓，他打人就是那种吃骨吃到骨头，真的很痛。反正我打的话，这只是皮痛，他是那种很厉害，很适合练功。你看，还好。大概一分钟两分钟就没事了，我吃到骨里面。
瞪你一眼睛，咬一下牙。谢谢医生，跟那个豆子。如果我们有高科技的，对不起，那个相机的话，我会看到那个脸都好用力，好专业。对不起，不会哈，这就是戏剧。自己声音都没出来。也许，也许。不是女生，是我的菲力。我们走吧，去追追风吧，去追追风。